关三日十二时三十一分许，本辖金陵路五段交通事故案，经查四十五岁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货车行经该路段，自称因转弯幅度过大，不慎擦撞到路边停放之车辆后侧翻，并波及到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，造成路边停车49岁无姓妇女轻微擦挫伤，经检测双方驾驶均无酒后驾车之情势。至于详细肇事原因，警方正积极调查当中。